食疗可用高丽餐9克和鸡肉50克，隔水蹲服。易上火体质则可用吉林红参5克、西洋参9克、桂圆肉9克、猪瘦肉50克，隔水蹲服。补气血方剂2可用党参15克、北芪15克、茯苓15克、白术12克、当归10克、川穹6克、白芍9克、熟地15克、肉桂菊服3克。食疗可用高丽参9克、鹿茸5克、鸡肉100克，隔水炖服。亦可用党参15克、北芪15克、阿胶10克、枸杞子15克、鸡肉100克，隔水炖服。更可用当归10克、北芪15克、枸杞子12克、桂圆肉12克、生姜3片、去核红枣5个、紫河车1个或半个，炖服。补气血方剂3可用当归9克、熟地15克、川穹6克、白芍12克、鸡血藤30克、何首乌12克、枸杞子12克，煎水内服。食疗可用当归头12克、枸杞子12克、桂圆肉12克、包鲜鸡蛋1个食用。亦可用鹿胶6克、阿胶6克、鸡肉100克，隔水蹲服。气血不足吃什么好主食及豆类的选择？选择精米、糯米、小米、黄米、大麦、油麦等矿物质丰富的食物可补气，紫米、黑米等高铁、沾多糖丰富的食物补血效果佳。蔬菜的选择，补气的可选择山药、马铃薯、南瓜、冬笋、胡萝卜、香菇、扁豆等 B 族维生素丰富的食物，补血的黑木耳、地耳、黄花菜、菠菜、胡萝卜、藕、法菜等富含黏多糖、叶酸、生物碱的食物。肉蛋奶的选择，鸡肉、鹅肉、牛肉、兔肉、狗肉、鹌鹑、野鸡、猪肚、青鱼、鲢鱼、刀鱼、鲳鱼、章鱼、驴肉等硫胺素、核黄素、尼克酸丰富的食物有助于补气。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猪肝、羊肝、牛肝、猪血、鸭血、甲鱼、鲳鱼、桂鱼、黄鱼、章鱼、海鳗、鳝鱼、乌贼、海参、爬肉、带鱼等富含蛋白、生物碱的食物则有利于补血。水果、大枣、椰子等微量元素丰富食物对于补气有特殊功效，桑葚、荔枝、龙眼肉、大枣、葡萄干等叶酸、烟酸、黄酮类丰富食物则利于补血。